这个把板子留着，我要解的。没有，我先看一下路线怎么冲。板子在这，这样的话要冲两秒。这个直直的不知道够不够两秒哎、欸。哦吼，米妮，我要是你，救命！哎呦，滑倒。我感觉底下他们有如果有翻板子，我要把板子留着。哇，又开始摇了。这次比较小一点点，但是确实也是在摇。不是啦，为什么啦？我是聚到什么东西了啦？哎呦！啊 ！No， 没聚到。这个把板子留着，我要解任务。那我先把任务解完再说。这个板子给机会了，可以解任务。那我先看一下路线怎么冲。板子在这，这样的话要冲两秒。哟，我要等那个。我要等我的那个过载结束后，我再开始那个。哎呦，这关太多树了啦，好烦哦！哎，不是那个位置好难去哦。你怎么那么调皮啊 ？No， 我的毁灭！你还我！这张地图很难去哦，我觉得。完了，没去到。这个直直的，不知道够不够两秒哎、欸。No， 我没有两秒，我真的快吐了。啊，完了！我看你是没死过，还敢拆我的钩子？你不知道拆钩子是醒目动作吗？开开被摇醒了，你不是第一个。聊天室很多人都来避难了，很多人都被摇醒了。很可怕，凯凯，这边只能跟你说一句：起来，重睡。Lonely Night， 感谢36个月。
哎呦，干嘛突然过载啦？烦呢、欸。这里这个应该可以，这里有跑道。啊，解掉了，解掉了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我就问你们想干嘛？这地下室也改得太黑了吧？超黑的，这地下室是怎样？三号。我觉得这边哎有哎有办。真的，这几天的地震真的完全没有想要停的迹象呢，每天都有地震。判定，开门啊，救人啊，开钩啊，这些都算醒目判定。哎、欸，我问号，糟糕，这个感觉挂不到，我耍白痴。哇，卡墙啦，你还给我慢翻，你欠揍。电锯现在比较好转弯，转弯的那个时间比较久，转比以前更大的角度。不过这张地图好难玩哦，一堆突出物，很容易撞到那个石头。对啊，补血修机也都是醒目动作啊，补血修机、救人、拆钩，这些都是。TK.exe 降价啦，盗版外挂轻松入手，就趁现在。还敢站起来啊？啊，钻点外挂。哦哦，他刚刚还想飞，还好我把他拽下来。他刚刚差点飞起来，完了！他作弊，他作弊。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 TK 点力 X， 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货币 TK 点力 X， 不必再用法令换生命，你也能是滴滴滴炸鱼高手 TK 点力 X，
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